河堤外的篮球场，一辆宾士轿车大喇喇开进来，一旁球友还在观望。车上一行人竟然点起鞭炮，对准单车道发射，但小鞭炮似乎玩不过瘾，一伙人再玩更大的。低空烟火疯狂发射，两男一女只顾自己开心，球场上民众吓得纷纷走避。事发就在北市三角渡码头，实际回到现场，一旁草地还遗留鞭炮残骸，一行人不止违规在河滨公园放炮，甚至连垃圾都丢在原地。因为怕万一有发生意外嘛，对啊，因为会误射啊，或者是伤害到周边的人。从110年开始，台北市河滨公园已经全面禁止释放烟火，一行人无视规定，离谱行径全被民众拍下。这下不止引发踏罚，甚至可能挨罚。第一次的话，我们原则上是罚1200到2000次，那第二次的话就会往上。那总共大概就是1200到6000之间的一个罚款，这样。过年贪图方便乱放炮，这下恐怕伤荷包。警校表示，民众发现有人违法放鞭炮，都能打110或119报案，请警校到场劝离。毕竟罚钱事小，要是不小心炸伤别人，后果恐怕更严重。记者王志远、尤涛台北采访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